三套了，耶、yeah ！拉咪 girls 的衣服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复刻一下，就是十年前的照片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我以前完全不会摆 pose， 我永远只会就是 L， 就是拉咪 girl 这样子。看有多大改变？看一下，好青涩哦，好好笑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，今天要挑战拍十三套球衣，然后是从我十九岁到现在的球衣，现在是乐天了。然后这是基本款，就是乐天的假日黑。我们摄影师周哥，也是从我十九岁认识他到现在。你有觉得我长大吗？哪边长大？没有，就是这太阳超大，然后现在完全没有什么人，开心。现在先第一套了，第二套就是乐天的球衣，我们的主场白。小飞机在这，我之前有坐过一次小飞机哦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在观众席这边拍个照片。这里吗？这个会不会太重一点？好，这样子。谢谢商品部，我刚跟你借了加油棒，我有还回去哦。看看这个是谁会买到？拜拜，下一套。哈，换第三套了，耶！拉咪 girls 的衣服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复刻一下，就是十年前的照片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我以前完全不会摆 pose， 我永远只会就是 L， 就是拉咪 girl 这样子。看有多大改变？看一下，好青涩哦，好好笑哦。以前就是裙子要超级短，扣一个就直接露出来。十年前的动作是这样，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嘞？永远都只会就是。Hello， 然后还有什么爱心？第四套可以做这个码吗？可以啊。哦，哎，这个有体重限制吗？会不会倒啊？哎，如果倒，我可能要赔钱，算了，赔不起。哎，好可爱啊！真的是给小朋友打的哎。从这边拍吗？哇哇！张宇会这种秀，然后他啪，很可爱。没有哎，是不不这样子卡住哎。就拍这种，对，我要这样子，你要帮我拍，球不要丢出来哦。哎、欸，你学哦，你学哦，学什么？学什么？去年是我拍十套球衣，你在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十二套，十二套，哦，你去年拍十二套，因为我去年第十年，我明年也第十年，你看，偷我的 idea， 但我觉得很好啦，对啊，有个纪念性。最经典的这个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蓝白球衣。周哥，你看好多人啊，我会怕啦！你看，你看这么选这个时候来拍，我要笑死了。就他们当背景啊，好多人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我真不敢呢、欸，屁股蛋整个在外面呢、欸。徐哥，头发一样国外，我从来没看过你素颜头发、欸，真的哦。但是我今天早上有微看到，就是你没有很。没有很硬的时候啦，对，微软，那微软，我如果跳到四十岁会有你乐天妈妈跳啊，放我都放给你跳，我不好跳不跳得起来，看不能想看四十岁的林丹啊，对吧、啊？我们就跳别的啊，那个大妈舞啊，那个抖大妈舞抖起来啊，乡长，我问你，内裤好穿吗？内裤好穿的、啊，那你帮我记录一下，我要放我的 YT 啦，内裤真的很好穿，欸、都降防御率了，镜头。你现在有穿吗？比赛怎么可能穿那个？比赛不能穿那个、喔。比赛要穿这种紧的、啊。比赛不能穿內褲，不然会晃啊，不然会晃。穿内裤真的很猛，会变大。真的，下面会变大。你在这里第几年了？第九年啊，本来第。欸、你跟我同届哦、喔，难怪你是零位是零哎、欸，你家才是零零零零大。现在来到第几套，周哥？第六套。不行了。然后这个篮球框没有框。哎，灌篮了，灌篮了。我终于快拍完了，今天。还有明天，所以今天就是晚上在那个华泰这边，然后拍夜景的部分，这是第六套。Let's go， 周哥。七套阿米他，又是一个露肚肚了，然后就是露屁股蛋的短裙，只有肚肚哦，肚肚跟。好啦，第七套开始拍，高林头，最后一套，这个是豹纹趴。然后我那时候在现实动态上面有问大家说要这一套还是这一套呢？大家选择还是最经典的这一套，而且这一套好像就是之前大师兄有拍球有拍过。准备最后一套，
第二天的第一套，现在是总共第九套了吧？那天，然后今天穿泳装，然后我现在头上在装饰。今天拍个五套就差不多了。好，准备第九套。第十套，Namigo实习的。Let's go， 周哥。好，第十一套，然后这一件呢是之前复古趴拉牛熊，虽然我没有待过拉牛熊，但我待过拉米狗的复古趴，所以那个时候是就是回忆，很好看。然后背面也是我的名字，这一套好好看哦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里面放那个，不是放那个，里面穿泳装。开始吧，周哥，晚安。最后一套红弟弟的昂弟弟，昂弟弟的球衣，然后穿红色的这个超级短裙。好，最后一套，太开心了。嗯，还有一套，对，这是第十二套而已哦。我以为结束了。共欢喜。没事，骗你们的，所以等一下还有一套哦。真的是最后一套了啦！大家还记得这个吗？勇气的每一秒的达哥服，然后我自己很喜欢这个，是学生的感觉。然后我们来到了一家很可爱的下午茶店，现在都没人，好爽。又包场了。又包场了。耶！然后这个是吃松饼，你们看它的松饼超可爱，我没有业配哦，我只是觉得真的很可爱，它是一颗一颗的，好可爱哦。好，最后一套了，开心。一夜暴富是好事啊，你哦，还是这个顺一夜动一暴顺，结束了，恭喜十三套球衣拍完了，终于可以上市了。大家喜欢哪一套呢？请在底下留言。然后我有分这个是球团的年历，然后跟个人的年历。球团呢，就是走比较清新活泼可爱，有点微信感。超微型的，不行的。超微超微，没有到很火辣啦。只有屁股蛋而已。对，微屁股蛋跟跳蛋。跳起来，然后个人年龄会比较火辣一点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因为我明年呢就是满十周年了，送给大家我的回忆，也是我自己的回忆。谢谢你们收看，还喜欢看什么影片呢？请在底下留言啊，记得看十遍哦，帮我冲一下点阅率，谢谢。记得按赞订阅，拜拜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最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